那事儿记不住，人记得住吗？也记不住。人也记不住。不过您别担心，重要的人和事儿他都会记在小本上。你们俩要是真结婚了，他每天早上醒了翻开看一眼，就想起您是谁了。别记了，今儿的事儿您今儿就忘了。刚才咱说什么事儿来着？